享最近的做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出点必胜客连做提供的节目。咱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到播出，每一天9点到10点。拍过的收音机，或者是讲啊，9点10点都无时间呢。我都是用 YouTube 啦，网络啦，吼啊，为大宇的节目，还是讲吼，洪正文师兄吼，给咱转档，也是讲咱的道亲呢，听了未歹，甲分享啦吼，和咱家己的孙兄师姐安尼，感恩呐、啊，有恁的陪伴，因为我伫电台家己一个人呢。面对自己卖苦啊哈啊，我就是会观想好多好多的同道，哦，安尼来咧讲了较有趣味啦吼。今仔日呢，咱的同道讲要听一段舞蹈，即个没想到做安排。那么呢，明仔呢吼，是咱的3月7日，北极先天上帝，北极之美大地，北极之美车。哦，这个北极玄天上帝啦吼，大寿无疆啦吼。做舞蹈啦，吼舞蹈。啊，那咱听幼代的，讲咱到那个地佛寺地啊公啦吼，啊，咱地啊公庙还地啊公庙祭奠啦吼，啊，咱家己厝内底毛菜一尊地啊公，吼啊，此人必生公毛菜不给先天上帝。啊，咱呢吼用什么用呢？那个。礼节来拜拜，然后用什么礼节来拜拜？咱听你讲敬神呐，敬神。对这个神也敬意，咱就是早暗，咱讲早卯又强了哈，啊，就是咧讲早时啊，咱卯时。吼、哦，卯时就天光卯嘛吼，啊，咱就起来面洗洗嘞吼，啊，来去按道遐吼，甲洗落清气啦吼、哦。有地咱就敬地吼、哦，啊，咱就平常时啊，初十五有花咱就敬花，敬花果，就是讲有香花水酒，吼、哦，先来讲我爱酒，
咱慈恁毕生宫的吼，三楼绝对是五杯茶、五杯酒，二楼嘛是五杯茶、五杯酒，啥物上神，咱讲以酒类为主啦吼，酒里酒类。啊，咱唔免讲吼，就去甲传个神类大大富的啦，唔免啦吼。那个神内底，较早咱也咧拜天公，吼，咱有迄个镇镇压。迄、那个剑就是吼插几支的迄种个物件，内底面就是石果，就是你今嘛所有的这个吼水果是今嘛冬季的水果，叫做石果。过来就讲花，那是今嘛冬季的花呢，都唔免去买进口的。冬季开了上青上水的花，就甲买来插。吼、哦，啊，咱有香花水果，吼、哦，香花灯果竹，安尼都会使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酒呢是一个类，然后是一个类。所以讲敬神对咱的敬神的敬意有够得好，好有够得好啊吼！啊，咱唔免讲吼，迄大吼大肆铺张啦吼，不用。有样大神无用拜敬礼吼，无用拜神礼。诗歌金箔，书文真重要啦吼。你若会晓写文书，就是爱书文好起哩吼。咱每每一个人来到世间叫写文嘛吼。啊，咱讲感谢天恩师德，那有下罪无？有啊，下罪就是讲吼，咱人呢吼，有拄着魔幻神啦吼，魔幻吼啊，一寡吼，咱不应该去魔幻呢，好、哦、这种啊，有人讲做冲煞，冒犯了鬼神，吼、哦，你也失魂落魄，或者是讲犯过想要改正，无改正，你有敢讲要改啊？啊，结果你无改。民俗信用来对你讲下罪祭拜，下罪祭拜就是讲吼，我吼较早吼有求神啦，因为我人吼安怎吼啊，迄落艰苦病痛，医生讲无效，护士拢害头，结果我这条命是去予神甲救倒转来，但是我伫神的面头前，我有发一个愿，叫做忏愿啦，我愿意要忏悔啦吼，食酒啦是食薰啦，不应该沾染的我拢总改。结果人若好的时阵吼，我唔免偌久吼，就袂记你了了啊。同款呢，吼花街柳巷荡去吼，人讲嫖赌淫拐骗大行来，这种的多呢吼。等到你有一天吼，过去用摔掉啊心，吼咱家己知影，咱最近哦，那会安尼，好像不大对劲哦，好被什么被神罚了，叫神给你罚的啊。啊，神给恁发啦！啊，这个囡仔平时对你歹安尼吼，啊，为什么呢吼？啊，出去他会去犯凶煞，吼、哦，去见到爽来犯凶煞，吼、哦，啊，去冲到无好的也是犯冲煞，吼、哦，无犯这鬼神呢，你家己的元神主宰就会失落，啊，就会失魂落魄。以前你甲神所讲遐承诺，全部都没有了。那又开始犯罪了，重新犯罪了，那你无多改正做人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即卖来讲下罪祭拜，咱是欢欢喜喜来敬神的，迄种叫做敬神的祭拜咧。那么那是讲要开恩，要求开恩，求下罪，这下罪呢，吼、哦，这祭拜仪式呢，你嘛摆上这个案刀呢，啊，点一对蜡烛，诚心祈祷，祈求下面。好、哦，你要决心改正，爱用薄杯呢，薄纱杯硬稳，人有甲你求，人你求嘞吼，啊，你真心有咧忏悔，人顶官有甲你硬纱杯啊，你都爱顶礼叩替叩拜，啊，顶礼叩拜了后呢，那么你都爱消化金纸，将你写起来忏文呐、啊。吼、哦，咱要讲求福，咱嘛是要一张求福的文书嘛。啊，你今日要向都一尊神，你较早有甲承诺，今日做无到，你犯着啊！你即嘛身体又搁开始咧艰苦，你要搁求神甲伊斗三工啊！你迄张文叫做忏文，迄张忏文的文书爱搁缀你的手印，将你的地址、出生年月日拢写伫遐。有甲你温准印你三个杯。你就甲吸三个香头，然后好金呢，连你的啥，连你迄张忏文的文书提化掉，因为呢，你的病呢，食药啊，就到达有效，到达有效。好、哦，啊，咱人讲拜神，拜神，你若唔知讲神会当互咱求，
吼，伊会得甲伊保护。但是你甲神讲的话、承诺，你若做无到，神有何烦呢？吼、哦，啊人甲你保庇遮久啊，啊你即嘛同款搁咧烦，啊你烦的遮唔对，我若无搁甲你修理一届啊，你袂惊？神用处罚的啦，但是袂爱你的命啦吼、哦，但是你会足艰苦过日的啊。就是安尼也唔好，安尼也唔好，倒安尼也唔好，倒安尼也唔好，坐咧也唔好，徛咧也唔好，倒咧也唔好，安尼就凄惨的吼。所以咱讲吼，咱今日若无事来拜神，叫做敬神，就是我提回过来敬；有事来拜神，叫做求神。吼、哦，借由你的心意的表达，吼、哦，祈求冥冥之中的神威灵感。吼、哦，即上天的神圣，吼、哦、啊！地主对这个世间有偌无奈呢？吼、哦，安怎希望，安怎寄托？咱呢？吼、哦，在生活当中要搁较顺，要搁较安乐。在团体方面呢，吼、哦，咱的拜神活动呢，吼、哦，凝聚共同的信仰，产生族群合作嘛，共荣共存，迄、那个力量也就是咱拜神的意义。所以咱早晚，吼、哦，咱某。某宫就是早时，啊！去供养的时阵，就祈求天地君亲师吼来接受咱供养，吼、哦、期望吼、哦、世界和平，瘟疫赶紧来离开啦吼，好咱当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所有人民百姓健康，大家拢和谐和谐啦，吼、哦、大家共同生活和谐快乐，吼、哦、平安吉祥，这就叫做讲咱无求，但是咱是。将咱这个祝香，将咱代表咱无为呢，咱名称神圣，用咱的精神、无为的精神呢去做一个好、哦、沟通嘛，好、哦、沟通，都、就是代表自然清净无为。咱今日个希望的就是啥？我们讲讲啊，咱拜拜他就一定要献祭，献祭代表顺化、光辉、应照、宽容、普化。好、哦、啊，献地是要创啥？代表清净、生意、正义嘛。献果就是新鲜的水果，代表素食吉祥。啊，咱来发金银财宝呢，代表是咱的心意。好、哦，赠送一挂贡品甲番禺啦。好、哦，这就代表咱的人情礼义啦，请神巧纳的意思。好、哦，啊，咱来搁较隆重的吼，搁、哦、较隆重的。有的人呢，也够用这个六斋啦，哈，六斋菜六米，哈、哦，桂圆代表桂中圆满，冰糖代表冰清玉洁啦，红枣代表喜乐长春，吉拉饼代表吉祥如意，当归糖呢代表长夏清爽啦，哈、哦，金针，然后那个，咱来讲这个剑剑鸭，哈、哦，六碗内底你会使讲是金针无，是木耳无，会啊，是桂圆。好、哦，国家是红枣，是冰糖，好、哦，这两种会使是代表是好的，好、哦，咱的敬神呐，哈、哦，敬大神，手面金贵木耳代表心静意顺，香菇呢代表香气，人讲香气缠绕，冬粉呢代表川流不息嘛，所以咱都莲子啦，哈、哦，莲子啦，香菇啦，冬粉啦，这种上好栽啦，哈、哦，木耳啦，好、哦，这。金针啦、啊，这种是属于摘菜。吼、哦，咱代表烟花天心，青茶代表甘味。吼、哦，咱讲春酒呢，代表天之美乐；红梅呢，代表喜庆圆满呐、啊。啊，寿桃寿面呢，是代表长寿康安。吼、哦，过来就是讲，咱的饼干呐、啊，代表啥？吼、哦，代表春雷生辉；金箔代表财。保富裕啦吼，那说文呢，就代表所求应愿，心灵共感；文书代表所求应愿呐，心灵解，然后共感呐，所有你请到的心灵来共感。因为有的人拜拜吼，唔知礼节吼，那明仔呢是咱的八吉之辈，就是咱的先天。嘛是等于讲吼，咱的八吉之辈是属上天，六后天呢，都和咱讲吼，哦，啊，咱的底下讲是吼，啊，有个人吼讲太低，唔对哦，嘿，啊，有个人在讲吼，啊，底下讲吼是因为安怎，因为这故事较早没啥人捌讲过啊，因为吼，咱讲一个人的决心啦，你咧太低啦，吼、哦，凡事啊咧吼。
反省哦，反省你，你是一个太低的人，但是太低的人不能当善良人啊，啊只有有太低啊，就给他太低，太低是杀生的该灾啊，比相个较也忏悔啊，吼、哦。较早我嘛捌足简单个讲一个故事，就是讲一个出家人吼、哦，啊住伫山顶，啊伊个房间呢吼，伫困个时阵吼，吼、哦、这个寮呢大寮伫困个时阵吼，啊拢个四四哇，一直撮撮，一直撮撮安尼，啊狗遐啦，四四哇啦吼，规房间啊吼，实在是无法度困啊。但无法度困个时阵呢，伊变喏，伊就掠狂啊，啊好恁只四四哇。吼、哦，安尼就甲照照规暝呢。啊，我那规暝无困，我早死呢吼。我要安怎三点我都爱起来上经呢，爱起来上经咧参拜课啊。但是你甲照规暝，我都拢免困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安怎想啊，讲要安怎甲你治啦？结果吼、哦，伊就想一个方法，去甲兄一个水啊，足大个诶，都。伫伊个厝个厝边啊吼，啊就开始甲淋啊，淋烧水，甲一世界拢甲淋，只要有听得啾啾啾的，拢甲淋吼。啊，迄、那个狗遐咧，一直行过迄通路，伊就拢甲淋。啊，即马狗遐嘛死啊，即遐蟋蟀嘛死啊，拢死啊。迄阴暗呢吼，啊，伊就开始足好困诶，讲啊，哪知影？哪知讲安尼用烧水甲淋淋的就无代志，啊，就互伊干扰遮久。哦，拢无眠干扰遮久安尼吼，啊，就真是足好困的，都甲困落来了。隔顿刚上经啊吼，上甲讲自负自卑啦吼，吼、哦、啊个上甲吼有一个典故啦，讲一个囡仔呢吼，啊师傅啊叫伊等去厝探亲啦吼，啊就问师傅讲为啥要让伊去探亲？伊讲啊，伊都吼寿元得要到啊，啊，要等见爸母见己咧，吼、哦、啊，结果咧，哎、欸，无偌久咧，啊，佫迄个囡仔佫出现啊，啊，佫出现的时阵啊，就问师傅啊，讲师傅啊，啊，迄、那个囡仔毋是讲等于伊都等见爸母见面了后，应该无三工咧，迄、那个囡仔，迄、那个小会伤大，哎，肉退下步啊，为什么伊那好好佫行倒转来？伊讲好安尼哦，安尼我问互你听。伊若无小三米啊，小三米，啊！你即届呢吼，要等于见你的爸母呢？你敢有做了什么款较特别的代志？你想看卖有做较特别的代志无？这小三米想想讲，嗯，有咧。因为吼，我咧行路的时阵吼，拄啊落一阵西北风，足大阵的啦。啊，但是我就看到吼，足济狗遐拢叫水枪落伫个水沟啊底啦。啊，伫遐咳咳叫，伫遐咳咳叫，你叫袂起来。啊，我就甲用一批吼，用一批较大批树叶啊啦，啊甲堵歪。啊呀，狗遐就规拢爬爬去树叶啊顶啊，爬甲甜甜甜。啊，我就好咧啊，搁为遐爬，遐狗遐爬伫顶悬啊树叶，我就搁好啊甲提起来。提起来，我就甲提起吼，较安全的所在，吼，因都未去有淹死啊！我提较安全的所在，就未去有淹死啊！这师父就讲，哦，就是因为你有做了这么大的功德哦，吼，因为这狗爷嘛是爱生命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今日你救一条，救遐济条狗爷的生命，所以讲你的死劫煞总要化过啊，安尼才无代志啊，吼。啊，安尼甲你恭喜啊！啊，即马伫边啊，迄个吼，用地果呢吼，来掀烧地掀滚水去甲淋遐，吼淋遐啊做啥？细数啦，吼啊甲淋遐到遐迄个听一个吼，规个人拢做一个拢变款呢。开始啊，人迄个囡仔去救。人伊都我都恩长性命，啊！我去专工去共兄烧水，去共淋遐济四修的性命，啊！佮淋遐尼济狗遐，包括狗遐有狗遐烧，佮有狗遐人，我拢佮淋了了。啊！师父讲做人爱慈悲，都有好报呢。安尼呢？安尼，伊就去佮逼个小沙弥，他的心里面就很难过了。即阵啊，真咯，要坐落静，要念经，人念经念到讲爱慈悲啦，爱宽怀啦，吼，爱救度众生啦，吼，所有一切生灵不可杀害啦，
遐伊就规个人拢总徛起来啊！为什么？他没办法，上紧上袂落啊！暗时困诶，开始搁想遐死守啊，无死守啊，啥就全部拢死啊嘛！哎，伊就搁开始艰苦啊！我为什么要安尼做这做这种假孽、残忍诶代志？我无资格要出家啦，我嘛无资格要做出家人，所以伊就活咧。包括款款的干事讲，师父啊，我来忏悔，我来找一个所在忏悔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我较久才回来，吼、哦。啊，若无回来，你也免挂念；无回来，你就当作我这个徒弟安尼吼，不受教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我离开啊。师父，我心肝底嘛知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但是伊嘛无甲讲开啦，伊讲好啦，好啦，啊，你着下山去，好好啊忏悔，好好啊忏罪，有机会啊赶紧搁倒转来。伊讲会啦，会啦，我会啦。然后行一个山坎的所在啦，他妈直直哭啦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哭甲凄惨落魄安尼吼，哭有够久诶！即马想要跳落，就想讲啊，我嘛还阁有亲戚安尼，我嘛还我虽然就出家呢，我厝内底嘛还阁有兄弟嘛还阁有亲戚，即些甲跳落都无时间通转啊安尼吼，意思就未阁回头啊！我生命就终止伫遮啊！唔过若要阁继续念佛，我都讲佛祖诶慈悲呢，连一只狗也都唔感觉累要死啊！我是我都去甲死。去甲用烧水甲烫死几片，安尼我若无资格要读佛呢，啊嘛无资格要学佛呢，安尼你看我若无死要他会使呢？好、哦，到尾也得想鬼啊，该对要甲作落的时阵哦，都看到一个少年人，迄少年人讲，迄偌深你敢知？迄落无半底哦，迄落平平叫落都无半底啊，啊要甲伊救也救袂到哦。啊！你为什么直接哭？为什么要自杀？伊讲，你敢要知？伊讲嘿啊，我要知，你讲我听。我吼，啊，都因为吼，遐四叔啊，甲我吵，啊，因为遐侪狗遐来甲我争，干扰我暗时困袂去，所以我起毛摆，我举一个，扛一个地做大个。烧烫烫，我就去甲烫，甲烫死了了，起码拢连一声都无，安尼就一种死啊嘛。啊，但是哦，我若听到佛祖咧讲慈悲袂使杀生哦，我就足忏悔啊。所以我忏悔甲吼，我经念袂落，忏悔甲我死的带袂落，所以我今日来遮就是要跳，我要以死谢罪安尼啦。伊讲啊，我拄只远远甲你看，你来遮已经来几点钟诶？啊，你嘛哭足凄惨诶！你要以死谢罪啊！但是吼、哦，你若讲这互我听吼，该死诶人毋是你了，该死诶人应该是我啊？为什么？啊，你一个囡仔人呢？你敢有做过啥物款诶大毋对？伊讲我一个囡仔人，我一工吼太足坐低诶啦，啊，若一年吼太无数低。猪死伫我手头，要过较济。啊，若讲你迄狗遐甲死死我咧捡一边啊，那正经爱死爱忏悔，真正讲杀业有罪，都爱以死来谢罪啦。安尼我绝对要跳大绳啦，因为我一工爱抬足济猪个啦，我专门咧用请抬猪个啦。吼，啊年年月月我唔知抬偌济猪啦。啊，若照你安尼讲，该死的人应该是我，唔是你啦。啊，所以你想变啊？所以你想变啊？你想变啊？伊就搁甲伊甲讲啊，为什么我爱身边啊？哎呀，若要死要跳吼，爱是爱我，唔是你。啊，若要大忏悔的人，也是爱我，因为我杀的猪比你较大只。但你个狗鱼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家个细叔啦，你都忏悔甲安尼啊。啊，我一年红请杀猪杀这么多生灵，我杀唔免跳，所以你唔免跳，我替你跳，扑者就好落呀。伊扑者就跳落呀，啊跳落呢？天顶煞一只红红鸟，正大只嘞，从个出了咻一个，从个为啥？为个台底个，从个夹起来，啊台底个煞坐伫红红金红红的这个啥？脚架平顶悬嘞，吼、哦，脚架平顶悬，安尼，啊这个红红煞会讲话了，伊讲，该死的人有决心啦，吼、哦。放下刀刀，便是立地成成佛啦！啊，我就要带伊去做，要带伊去
修身正果啊，哦，啊，我来都去啊。有决心甲无决心的啦吼，就敢若迄个吼太弟甲讲啊，啊你啊正经忏悔想要死，啊你都免在遮靠遮久丢丢遮久，啊你都在套遮久丢丢遮久，吼、哦，总讲有心嘛变无心，对无？啊我这该忏悔就爱忏悔，我太早者底若有罪，我就应该爱安怎？啊所以一个拢无想三十二，人讲三七二十一拢无想，直接甲骗的就好累啊。结果呢，人上天派一只凤凰呢，去甲接起来。甲讲吼，你有这个决心好死呢，就是表示你放下屠刀啦，放下屠刀，你所有立志，就马上随进行，一点啊忧丢毒，一点啊烦恼都无，嘛一点啊挂碍都无，直接就甲跳落去啊！伊感觉我的罪比佫较重，该跳应该是我，伊家己比咧，知影讲伊的罪比较重，啊，所以伊该跳应该是伊直接就跳落去啊。那么这个回想到尾啊吼，我今麦过来跳嘛无意义啊，因为我底下靠很久啊，我底下靠很久啊，就是表示我无个心嘛，我嘛要过足惜我这个生命嘛，所以我嘛是要过死，要过无法度呢，好去做着真切的忏悔嘛。啊，既然无得做真切的忏悔，我就来做一个真好的回想嘛。好，金银不贪不处。我就用我的故事来去度众生嘛，用我行过的路来去度众生嘛，让众生嘛知影讲吼，万物世间拢有灵，万物世间拢是有命啦吼。咱今日要安怎做，才叫做真正的慈悲啦？啊，怎回想无死呢？去好扛着啥？好扛着太低的。咱嘛不用讲是好扛着太低的啦，太低的真正是心坚意切。讲煞直接就好落去啊！人迄种唔得正讲，真正是放下刀刀立地的成佛啦吼。
遍地地，一旦自然你化去，存在人魂飞无归，归无对。真经，咱就听一半啦吼。进一下广告嘞吼，慈莲必胜宫的服务电话，咱伫咱慈莲必胜宫的甘蔗香品、香油款、素茶、贡麻、小盘香、普灵灯啊，有咱的书记的妈讲，没啥事做啊，我昨日给你叫香啊，恁内底吼有藏一罐抗菌液啦吼，啊，你讲迄会使除敏呢、口鼻。啊，我有甲厝咧，啊，真正袂安怎咧，嘛无味，啊嘛袂安怎，吼，啊皮肤嘛袂感觉安怎，啊囡仔厝嘛袂安怎咧，啊，遮好用哦。我甲你讲哦，咱也拄着讲吼，啊囡仔若伫读书，你着甲扎一罐吼，到咱的这个啊小朋友的册包内底，吼，伊若讲要吼洗手的时候啊不方便，着甲摕起来喷喷的，吼，啊有时阵咧吼，咱的口鼻啦吼，咱的面你拢会使喷。好，因为是无色无味的，好，无刺激性的，连小孩子都可以用的，好，抗菌液，然后抗菌液，啊，所以吼，啊，你若买香，我就给等落。啊，你若如果讲我唔是干那买香，我要买较济罐的，伊一罐是100块，五罐送一罐，好，五罐送一罐。我内底面有诶，只是差不多400-500罐呢，啊，那无就无啊，我嘛无对我过讲提这个啦吼，这是甲咱的生技公司硬硬去甲伊讲的，都要讲迄几百罐来，啊，我就是讲用送的，哦，你若叫香，我就送，啊，你若要买，就是5罐送1罐，啊，5罐送1罐啦吼，抗菌液，哦，你即马除掉啊，你就知啊，你甲厝边嘛无要紧，你若拄着讲我出门无扎口罩，你面甲厝厝的，手甲厝厝的。然后去摸到钱啦，去摸到有诶无，别人有接触到诶，你就随身带着个喷喷诶，好抗菌液啦吼。啊，你若有收到，你就甲用看卖啦吼。来，咱广告来干热啦吼。咱如果若是讲需要吼，咱诶诶焦点叶黄素，还是多美纤益生菌，或者是讲吼咱第二代的吼咱诶火焰霜，火焰霜是欧罗盖特制呀。吼，哦，一罐200块，3罐500。吼，哦，你若感觉你肩胛头吼酸抽麻微肿，还是感觉你对一打安怎，你都唔免讲烧。你若讲有方便，就烧水甲洗洗个甲抹。啊，若无方便，你就直接甲抹就好。烫着嘛足好用诶。吼，哦，啊，所以咱若要用，咱就是那是专工寄诶。吼，哦，咱不如安怎寄香诶时阵做一罐，甲放3罐内火焰霜。必备的家庭必备的哦，烫掉啦、创伤啦，拢足方便的。好，哦，咱那是水溶性的，好，哦，也渗透比较快了哈，哦。所以你再跟报告了哈。啊，那爱休眠款速茶、贡麻、小盘香、普灵灯，这种广告24档啊，唔免阁从头一直广告。好，你美丽那要抹，今麦热天要搞，要保养，好，面会较白、较光整。好，哦，啊，咱呢，甲试看卖。唔捌抹过，你就甲抹一届，你就知影。啊，伊个物件无贵，3900，但是佫有送一罐眼霜，即马佫甲你加两片。吼，哦，咱即马热天要到啊吼，敷脸的啦吼，敷脸的面膜啦吼。来，以上这是吼，哦，咱的物件吼，有咧吼，哦，啊，咱讲提供广告吼，啊，就甲咱讲一下呢。以上是广告啦吼。那虫草王山高宝啦吼，也是讲吼金家人啊，也是讲梅香在讲的，人较会神忝的吼，啊较会去拄着吼，咱吼咱讲做餐人遮尔侪，山顶遮尔侪，厝腰的人一定足侪，吼，咱若较暴露在吼比较危险的空气不好的地方，你加减要加食牛樟芝伊的这个啥多糖体。伊对当吼，咱的五行里面吼，哦，咱讲脑一寡吼，体内吞积的一寡毒素，它就会给你吼，哦，帮助排出体外了吼，哦。来，以上这是广告哦。
在深山，其实还是天上仙。六十威武大将军，每年轮流当值班，百岁星君掌大权，十二生肖归大管。太岁星君啊，其实哈，我按错了哈，我就把它按人生，人生人生讲先多啦。当然，今嘛都是要王中庸直接切入，好，中间不必要的那些口水啦，全部把它拿掉了哈。杨林侧成峰，人情高低各不同。古树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庐山连马连钟声，三里就有一梦中。雄奇仙秀天下游，人间生情仙人懂。飞燕向远空，旅途在此成仙道，滴滴泉边尽苍生。锦绣不断看轻松，云海雾淡见彩虹。欲戴英豪难一世，却听不顾于沉重。前锋万人到远平，邀君殿内送真经。红尘世景多喧闹，为此照亮夜清静。飞燕向远空，旅途在此成仙道，滴滴泉边尽苍生。锦绣不断看轻松，云海雾淡见彩虹。马嘎征呢齁，昨天就乱到一片了齁，但是王中庸呢，人讲老神在在啦齁，老神在在看恁来底面的族人呢安怎反对，我就是要试验我这两个徒弟啊，看坚持有够无，坚心有够无，那有我来到马嘎征呢林海关呢，就是不虚此行啊，不虚此行，再来拉拉拉拉拉到尾啊，孙连金呢吼，嘛是有办法呢，去对着这啥，对着这个马文魁啊吼，啊个马雕呢吼，因这所谓族人呢比较比较有地位的呢吼，因的手头内底提着啥，提着王中庸要爱的下家山。意思就讲，替王中庸要爱，可以照伊管理十年，所有争议任意安怎超出十年的时间啦吼，就规一旦规范啦呢。啊，这王中庸无差啊，吼、哦、出入吼、哦，这个马玉甲伊呢，这个吼、哦、老爸老母的这财产、房屋、银两、货物、家人，所有这落魄
吼，查某囡仔奴才，拢一并呢由这个王重阳先生呢吼名下来管理啊。啊，所以讲查某囡仔要搁用啊，要搁用奴才，唔用嘛，唔用，迄种总是变成讲，这个马文奎啦、马良啦、马贤啦、马文德啦、马文菊啦，直接做证人啦，都学这个马雕，吼，讲安尼好，既然拢要互伊管理了十年，这个、老大人。十年就爱归还咱马家村的财产，啊，大家拢嘛真欢喜。十年若归还，大家嘛听我分的迄个瓜一地，迄、那个瓜地，大家嘛足好过日的，对无？即卖呢吼，大家拢总参详好啊吼，啊，这个立宗嘛已经提来到妖怪宴啊啦，提来到妖怪宴，讲家宅善尽木修行啊，一物不留玉砖生啊。初日将乍将梦念了呢，他年过得都神行啦。即马就是吼、哦，这个王重阳呢，摕到伊这个吼、哦，这个咱讲立尊来的时阵呢，啊，就向到这个哦马丹阳都安尼讲啊。伊讲当你家财散尽，啊，即马要来目这个修行，吼、哦，但种专心要来修行啊啦。好、哦，一物不留，吼、哦，玉都未生啦。好、哦，初日乍将梦念了呢，他年过得都神行啦。且讲这个马文贵见这见到这个吼、哦、马丹阳呢吼，啊这王这个王重阳呢，吼、哦，伊就王重阳就甲讲出这个话，虽然真着笑笑啦吼，伊讲凡事顺利去做，无不成呀。伊就讲师傅啊，啊，今即马都吼顺利的利，行是行啦、啊，阮是要求道之事啦、啊、吼、哦。但是我也是烦恼讲吼，即个工课拢总圆满啦，吼、哦。啊嘛已经将即个吼日记拢写来滴，吼、哦。咱的王重阳先生你的手啊，啊，所以你也是安心去办道啊啦吼、哦。但是我较烦恼求道之事啦、啊，又怎样去求呢？吼、哦，这虽然真讲救度之书，吼、哦，就是爱请吼、哦、先生呢吼、哦，你即几工啊，吼、哦，搁养食几工啊，吼、哦，养食几工，因为这虽然真是伊的讲话较袂要紧无，即马就是这个马玉啦，讲啊，当我财产啊很好啊，即所有的义具啊，吼、哦，立庄啊拢立好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代志成是成啊啦，啊，但是呢，啊，当我阮是要去对救度呢。哪来有道通求呢？这孙仁真就该讲啦，伊讲，哎，你唔免遐急啦，求道之事慢慢啊进行啦。等到咱先生呢吼，养息归日了后，咱两翁阿婆呢吼，则坐坐来邀月宴来拜师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即嘛这王重阳听了孙仁真安尼讲呢，确实有道理啦。一个查某人的气度，吼、哦，有甲遮尔啊宽。等到是这个马玉较急性，意思就讲吼，日记我拢互你啊，财产也拢写互你啊，大行拢互你咧做主啊。啊，我若今日唯有求道这条路尔，啊道若求无成，我毋着去做乞丐。一堆啊，安尼咬咬念咬咬念，但是孙仁真吼，伊都毋是安尼讲啊，讲我老师师傅呢吼，休困几工啊，咱两个则坐坐坐来拜师啦，吼、哦、啊你免烦恼啦。啊！这马文贵跟孙连金参详求道之事了后，伊佫向着这王重阳讲，伊讲你一心要召集天下修行的人，在此修真养性，恐惊讲吼树林立作妖言呐，诸生事端呢，安尼要安怎？意思就讲吼，人家甲咱讲咱是吼，啊，这么到是邪教还是正教？吼，啊，一个僧院这么甲改改，才变成啥？变修道院呢？哦，变道场呢，变道场呢。哎呀，厝边隔壁有诶无诶，唔捌诶时阵，甲甲恁讲咱是邪教邪道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吼、哦，王重阳呢笑笑啦吼，伊讲咱个人呐卖占欲啦吼、哦，个人呐卖安怎卖贪啦。吼、哦，咱今仔日该做诶是本分事啦，做甲尾啊都会吼，足侪人来甲你讲马家庄。变成一个道场是一个好所在呢。西部这边呢，京都哦，所有一切，这拢我来安排，啊，你都免烦恼啊！这既然轮到我的手，我就来安排啦。
马玉就是咧讲吼，啊，咱即马无带无一个庄园，即马甲改做道场呢。当然啦，改讲这是妖刀来管的，或者是讲有刀啊，无刀无人知。啊，咱今日做这到底是会当成功立德啊，未？啊，是到底会当做着好代志啊，未呢？啊，唔知影讲到底后边我无惊无虑咧，我说了结果现财产呢？安尼我到尾也唔知，我那心情的吼，老孤单老乞食安尼未啦？他事先烦恼这有诶无诶呢？啊，这马丹良这个头壳哦，所以讲不过伊带伫上乌尾啊吼，伊个头壳就是也咧流乱着伊个庄园啊吼，都敢那孙连真爱笑，头壳嗨嗨咧，讲惊，互咱老师呢吼安排几工啊，休困几工啊，两工再过来甲请安，看老师安怎安排啦，啊，两个阿婆出来就离开啊啦。离开了后呢，吼，这个妖怪烟呢，吼，有这个马丹阳呢，有留一个啥，留一个专门的效劳服务啦，吼，服务商，啊，都在服务王重阳的，都、就是一个家人啦，甲留一个家人，专工拢伊个起居啦，生活起居啦，吼，拢爱去甲王重阳呢，吼，啊，该服务啦，那么王重阳呢，伊就甲这个啥？把这个第一身躯边的这个家童讲啦，伊讲来，等一下，我写一个故，吼、哦，写一个故事啦，吼、哦，我写几场啊故事，恁妈家庄的四扇门吼，拢、哦、总去甲打，伊讲要打安怎？伊打讲吼，男未娶去娶，未嫁去嫁，吼、哦，啊那直接做查某干奴才的，吼、哦，啊未娶。就等去娶某啦，啊那阿未嫁就等嫁翁，吼、哦，啊那老大人无通食的，老无所用的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是讲老啊，无人好通去斗照顾的，这我会来安排啦，吼、哦，伊就这么个规划啦，老大人有老大人，伊爱去享受去享受，啊就食嘛是为王重阳这边，嘛是马家庄的所有庄园的，就是咱咧这么咧讲的安尼共识啦。无在做工课，好有一个共识通好食，好啊无在创啥，啊恁拢着另外规划一个所在，好啊那有法多，好男婚女嫁，啊恁着免直接做奴才查某囡仔，恁着处理嫁，一个人拢十两个迄个两银来甲恁做啥，娶某，甲你出十两银，嫁翁嘛甲你出十两银，互你去做嫁妆啦，嚯、哦，这个代志讲落个地。烧在讲无钱无米的，拢来找王重阳吼。啊，就讲官官吼无嫁，啊囡仔啊个细汉的嘛来找王重阳。马家庄族内呢吼，伊讲长缺短之事，必须呢吼，大家拢知。吼啊男呢未当婚，啊必须爱婚呢，啊女未当嫁嘛必须爱嫁。吼啊那是就我丧葬许事拢未要紧就对啦吼，这伊拢来处理。哦，啊，即嘛呢？伊也使讲是大恩者呢，未做的人都互一个所在享受啦，互伊有饭通食。大家拢共事，像咱即卖人安尼，吼、哦，老大人都咱啊发食饭，人煮熟啊都来食，伊嘛是个设一个所在安尼，吼、哦，唔免去找人讨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哦，这个马雕呢，听讲这个老大人即卖咧安排讲，未做工课的人有通食，有通安稳，那么呢，会做工课爱发。变出去外口做工贵，会当嫁翁的，互伊去嫁翁；会当娶某的，互伊去娶某。上下安定任随，吼、哦，这个庄内呢，吼、哦，安尼呢规规矩矩就对啦。这个马雕呢，吼、哦，伊呢马来看讲，这个王重阳到底要哪去安排马家庄？这些人拢伫这内底杂杂错错的人，伊要安怎去安排？伊只有法度有这个内外肃静的，诶，这个空间来办道呢。所以就拢伫边啊，你甲看看伊怎么咧安排啥？伊咧安排老幼所养啦，老幼拢有人饲，吼、哦，未做工课嘛，有人会甲安置，会做工课去做工课，会当嫁人去嫁人，会当娶的去娶。所以内外呢变甲足肃静的就对啦，大家拢。可以上下相安嘛，任随先生召集多人在此，吼、哦，甲这工课拢总的吼，拢甲安排啊好，
吼、哦，啊，这妈妈家真好，做一个种精来，真正都有神啊，有神一个修行的道场呢，大概有规矩呢，大概有规有矩呢。吼、哦，啊，若要参加修行的人，必然爱有啥，爱有修行人的礼节啦。吼、哦，所以咱讲吼，过来就无咧用啊，未来啊啦。人讲有头有脑人，专属专将，该以会议之令嘛。伊会当照这啊来去安定这个马家庄。伊无偏袒，伊无为家己啊，是为着要让阮马家庄的人过较好过日，好个较善个较，拢个平均啦。啊，无多一个较好个，无多一个较善，反正拢总甲你，互你大家老有所用，幼有所苦，都不是非者。咱人要哪有可能，人会去尊重这个王重阳？所以讲，伊就讲啊，伊讲坚忍其心，殊不成啦。应言应语随时生啦，若非王祖灵是非啦，焉得人人享太平啦？即马这个马雕咧，就学了啊，学了讲哦，安尼这个我的媳妇啊，弟夫啊。吼、哦，这个马玉的家后孙连真呢，找到这个老大人呢，安尼办个有条有理，这个争争外外，大家都赞声喊话，讲安尼都比较早老头家搁较好啊。吼、哦，万无电笼啊，无啥拢无，无咧讲，得讲，得讲做下骹手人啊，大家拢是身份平等，和大家会当有心要收的，会当收，有所在要大，搁有通大，啊，好野山路个悄悄啊，变大。王重阳先生呢，既然是施肥以外，又搁经营以内呢，啊，恁来做工过啊，尽量做，吼、哦，这就为着增援啊。啊，所以讲无外久的时阵呢，伊就建造十几座的这个茅庵呐，伫这个后园之侧，伊被修行人来敬仰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开始啊，大开方便之门啊！连后壁要互这修行人住的，都拢总甲用甲好势好势啊！啊，这个马玉呢，当这个孙连真两个人来到茅庵呢，吼，双双都跪落，要来向这个先生来求道啦。这重阳先生就讲啊，伊讲道者觉路呀，世人归依觉路而出迷途，言必由浅而深。好、哦，以小地大，以处好，安、哦、尼来做。伊即马就是讲，你这个庄园，我即马给你料理个安尼啊，大大细细拢震动啊。老的有一个安所，囡仔有一个教育，好、哦，该会当去做工课，有会当去赚钱的，伊有法度去处理，处理外口家己去处理，唔免直接做奴才啦。好、哦，啊那查某囡仔会当分配。嘛，赶紧互伊去分配，将来才会幸福快乐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即嘛，甲安排安呢，一个厝下呐，安排有好势。吼、哦，那么呢，咱要安怎来修？那迄个念，咱都会当方便啦。老师开课的同时呢，吼、哦，都、就是要讲出着这个吼，角、哦、路。咱人修是归角路，离出迷途。伊甲你讲修道是爱修一个。什么叫做角？就当初像你在执着的时阵，那么你的角性就无开。你可能知影讲这个钱财甲庄园真重要，对你后摆真重要。但是你唔知影讲生死是超脱较重要，啊是你摸遐个财产较重要。所以来讲吼，要修道，你也先好好啊想啦吼，先好好啊想角在哪里。树林归角落离出迷途，啊，要畏对出角落，要畏对吼、哦、入角落出迷途。人由深吼、哦，啊，人由浅吼。咱、哦、讲，如果咱要由浅来入深，啊，就要以小来由地大呢，以处来做，方可有功嘛。但凡学道者，先要练性，所以伊嘛伫咧嫌嘛，嫌讲哦。啊，咱个马丹阳呢吼，性相急啦。伊讲凡要学道的人，爱先练性，戒性本先天之物啦，必须要将伊练到圆妥妥、光创创，方为妙用。这就是咧讲吼，光洁洁。咱
王重阳咧，掠准着这个马丹阳的个性，吼、哦，较浮漂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比较较有造性。但是孙连金是较沉，啊，伊比较呢靠理智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两个无同款的多的属性，然、哦、后你要怎么样把它调教了，吼、哦？那后面的功夫就要看王重阳了，吼、哦。来，咱今日七金就讲到这，而且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